林名校在盛世中国又书写出新的华章。清光绪33年，也就是距今100年之前的1907年，杨松轩、顾逸山、郑云章等先贤在偏僻落后的西北、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创办了教育研究会，附设两等小学堂。他们实为时代的先驱，和同时代的张謇、蔡元培、张伯苓、陶行知等著名教育家的功勋相媲美。在学堂开设之初，即面临无校舍、无经费、无教员、无学生的艰难境地。在杨固等人的多方筹措下，我校才借代王庙小学3间上殿为校舍，又借30多名学生，才开始了其教学的第一步。经过十几年的发展，1919年，华县私立咸林中学成立。咸林原为古郑都城里，学校取其名意为培养莘莘学子，全都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由于小学堂的成功，咸中初创既有学生100余人，广揽人才，更新设备，面目为之一新，成为名噪一时的一流学府。时任县知事的侯循曾亲书：咸林自古一桃李，少华于今养固阳的对联，盛赞杨松轩、顾逸山等人在当地教育中做出的贡献，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咸林中学开创陕东新式教育先河的盛况。我们咸林中学由清代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家杨松轩创办，100年的风雨沧桑，100年的辉煌灿烂。我们咸中100人始终坚持政治思想引导人、扩张制度约束人、感情投资委婉人、激励政策撬动人、业务进修提高人、慈善表率影响人。
是两鬓成霜的老校友，还是朝气蓬勃的新面孔？我们一起站在先贤曾经为之奋斗过的地方，又怎能不涌起携来百旅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感慨？学生如命，又认为误人子弟如杀人父兄。百年了，我也今年回忆起百年前名校创办，顾逸山先生曾深有感触地说，贤中成立为教育界之破天荒，古化州一时人文未起，学风尽开。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中，每当风云变幻，形势转折，都有贤中学生登上政治舞台，演出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剧。从贤中大门曾走出了五位省委书记和两位共和国将军，天安门城楼上曾站着贤中学生，
跟随毛泽东等开国元勋参加开国大典检阅游行队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外使馆的大门亦有衔中学生出出进进。在衔中接受教育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以及工农商学兵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不胜枚举。咸宁中学不仅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它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促进了划线教育的发展，激发了地方人士办学的热情，鼓励了广大群众上学的积极性，为开辟农村新风气，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位顾一山的后人回忆说，自己80多岁的姑姑就曾在咸宁中学上过学。的确，化县的一些妇女要比其他地方受教育早，这也得益于咸宁中学在1932年就招收女生，实现了男女合校。咸宁中学创办之初，男女同校，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杨松祥、顾一山、钟云章就发起了女学法人，提倡女子方觉。早在1914年的咸宁中学还设有园艺部，引进日本、美国、德国的菜种，意在培养学生重实业、重实践、重科学研究的思想和能力，这也特别符合农村实际，有利于农民掌握现代科学种植养殖方法。咸中还特别注重学生文体艺术美育，历史上就有秦腔队，还有话剧队，直到排练大型史诗《东方红》，投入师生500人之多。咸中的教学方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年赵玉吉校长曾经亲手接过荣获周恩来总理署名的国务院颁发的奖牌一面。咸宁中学有着深厚的文化基因和人文基础，之所以能够长生不衰、充满活力，这是由于咸宗几代人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扬前人管治社会、管治学生、管制人文。我们要不断地挖掘校本资源，开发校本课程，不断地对学生进行成人教育、传统教育、理想前途教育，积极地创造条件，让更多品学兼优学生尽早地加入党组织。在化县，咸宁中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多少家庭中，夫妻、父子、母女、兄弟、姊妹都先后在咸中接受教育，有的2代、3代，甚至4代、5代人都与咸中结下不解之缘。一位老师很可能给父亲带过课，也给儿子带过课，有的人甚至在咸中读书，又在咸中教书，为咸宁中学终生无悔。经过多年的实践和积累，咸宁中学在化县的教育界一枝独秀。不仅每个毕业生、在校生为曾经在这里生活和学习过感到骄傲，很多小学生和初中生也把这里当作是目标和梦想。长大了，我也要上咸宁中学。
严孝庆的大喜日子里，决心在新的形势下努力提高教学业务能力。作为一个合格的班主任，应该有责任感，要有事业心，这样工作才能细致，才能到位。教师是学生人生的引路者，心灵的塑造者。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学工作不仅要用心，而且要和学生交心。我们忘我的付出，让责任写下一行行拼搏的足印。愿咸林中学这棵百年大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百年沧桑，百年巨变。咸林中学祝福你已是百年辉煌，更见万年基业。悠悠渭水记载着你成长的足迹，巍巍秦岭见证着你创造的辉煌。愿我们的学校乘风破浪，直挂云帆济沧海。教师在传授知识时是老师，应该做到诲人不倦；在关心学生时是母亲，要做到无微不至。千余名学子在这所充满现代气息又有深厚历史的学校中学习成才，展翅高飞。2007年5月，咸林中学被省委省政府授予文明校园称号，这是全体师生共同奋斗的结果，也是整个化县教育的光荣。在各级政府的关心下，在群众的支持下，在全体教职员工和领导班子的共同努力下，咸林中学蒸蒸日上。面对新的社会环境，咸林中学不断改变思路，鼓励创新，如努力实现课堂上的三个转变：一是教育思想由应试型转向育人型；二是教育方法由经验型转向科研型；三是知识能力结构由单一型转向综合型。通过这三个转变，实现了学生素质和教师教学水平的双重提高。祝我们的母校青春永驻，愿我们的母校桃李满天下。咸林中学是一个人才摇篮，它当之无愧。为了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明天，老师日夜操劳，希望老师注意身体。独立自主，创新进取，是我们通向成功的阶梯。同时，学校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特色学科活动，激发学习兴趣，诗文朗诵会、英语角、越野赛、英语演讲赛、英语才艺表演等活动，不仅活跃了教学氛围，更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校的领导班子精诚团结，勤政务实，
坚持包级、蹲班、下组制度，经常深入教学第一线，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不断总结提高，充分调动全体教职工的积极性，等等一系列的工作正有条不紊地展开，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幅和谐美好的校园图景。关爱每一位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使学生全面的发展。我们强化学校管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创设良好的育人氛围，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我们坚信今日的咸宗与历史共融，明天的咸宗更加辉煌灿烂。通过转变教学思路，改进教学方法，狠抓教学质量，咸宁中学取得了骄人的教学成绩。在全体教职工，特别是高三教师的努力下，2004年，咸宁中学三本上线人数968人，上线率达76.8%。其中，邵华同学以687分获全省文科第二名，勇夺渭南市文科状元。2006年，咸宁中学高考一本上线185人，二本上线537人，比2005年净增126人。其中，徐红英同学以651分的成绩夺得理科类县状元，温成同学以624分的成绩夺得文科类县状元，全县理工类600分以上21人。其中有20人是咸中学生，文史类全县前10名，咸中占了8名，全县文史类、理工类单科成绩第一名全被咸中学生夺取。建立师生互动、共享、共进的教学关系，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发展，追求优质高效的课堂教学，通过教师的努力，使每个学生都能获得最佳发展。百年咸宁曾经人才辈出，如具有世界影响的古脊椎动物学家杨中健，他是中国地质学会徽标的设计者，他的肖像和达尔文、欧文等科学家一起悬挂在大英博物馆，他是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还有全国知名的语言学家和文字改革活动家杜松寿，驻前苏联大使潘自立，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高克林，北京市人大副主任杨春茂，上海市委书记严幼明等。继承先辈遗志，肩负着全县期望的咸宁中学，今天承担着4000多名学生的成才梦想，这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在不久之后将成为国家栋梁，并为自己的学校增光添彩。百年前赴后继，百年薪火相传。从初创仅有2名教师和30多名学生娃，借戴王庙为小学堂，发展为陕东最高学府今天的省级重点中学。假如先生们陛下有知，定会含笑九泉。我们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科研兴校的方针，发挥集体智慧，研究和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促进学校的持续发展。80多年前，杨松轩先生在咸中第四学期因误堕品格、误荒学费、误掌内乱，
书写。国富民强，系于教育。最新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强调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未来国家之间的竞争将是教育实力强弱之间的较量。凡可日日进步，肯吃苦，才能代代成才。一百年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百年来，咸宁中学不断在探索教育兴国的道路。教师的快乐，不仅仅是高额的报酬和丰厚的物质待遇，而在于和谐的生活当中体现快乐，在有序的教研中体现快乐，在有益的成绩上体现快乐。百年咸宁是一条历史饱满的河，让我们的咸宁中学迎着二十一世纪的雄风，与理想同在，与理想同在，与时代同行，与时代同行，与祖国共荣，与祖国共荣。数风流人物，环看今朝，跨越百年，我们重又聚首咸宁；跨越百年，我们更加激情满怀。咸宁中学正在时代和人民赋予的责任中，昂首未来，迈向辉煌。